级汽车。原始人之家。快，是新的求助信号。哦，是一个原始人。露萨，露萨，阿库纳塔，放库拉。他在说什么？我一句也没听懂。瞧，又来了两个原始人。亚巴林卡，卡鲁汉娜。我的奥达鲁亚。不好，他们怎么打起来了？我们快召唤超级汽车吧。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翻译耳机。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库萨，库萨，马鲁萨，库萨，库萨，马特鲁萨，大家快住手！对呀，哦，要开启翻译耳机。这回好了，我是警车雷克，你们为什么吵架呀？我们想建房子，但想法不一样。我想做石头屋，这样才坚固。我想做栅栏，这样才能防御野兽。我希望房子上有很多花花，这样才漂亮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放心，你们的想法都会实现。这是吊车阿力，他按照你们的要求设计了一个新房子。看起来很坚固，很安全，也很漂亮，我们喜欢。那太好了，大家一起来建造房子吧。都是原始人，乌塔库塔塔，一起努力建房子，不要再吵架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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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石头一块块放好，房子高高高。我们都是原始人，乌塔库塔塔。一起努力修围栏，互相要帮忙。咔嚓咔嚓嚓，咔嚓咔嚓嚓，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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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。木板一块块放好，围栏很坚固。怎么和图画上不一样？我知道少了什么，是好看的花花。我们都是原始人，木塔木塔塔。漂亮花朵在哪里？我能找到它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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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花儿一朵朵绽放，房子建好了，坚固、安全又漂亮，我们好喜欢。这一定是最棒的原始人之家。大家的合作很完美哦。乌塔库塔塔，风沙中的对决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你们急着找我是什么事儿啊？我们收到了一段求助影像，你看。远方的勇士啊，请你帮帮我们。
有个奇奇怪物破坏了我们的防风林，现在沙土吹得到处都是。天空被黄沙遮蔽，村庄被黄沙侵袭，整个世界都将被黄沙吞噬。总之你们快点来吧。哥哥，树木对环境的影响很大吗？树木能抵挡风沙，净化空气，还能控制水土流失。那要赶紧阻止奇奇怪物继续破坏。你们放心，我会抓住他的。看你的了，雷克警长。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沙地滑板。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住手！雷克警长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麦特博士，你又在搞破坏！我的实验需要很多的木头，快让开，别来妨碍我！站住，别跑！响起，警车全速出击，大坏蛋你别想跑，风沙风沙吹呀吹，坚持坚持不后退，冲锋吧，超越吧，加速加速，终于抓到你。手臂，咔嚓咔嚓咔嚓嚓，树木树木全倒下，别想别想别想阻止我！嘿嘿，这些木头都是我的啦！想要吗？来追我吧！跟着我的节奏，轰隆隆隆加速，左左左右右右。过沙丘飞呀飞，勇敢去战斗。这是对你的惩罚，哼！以后这些树苗就靠你们守护了。感谢你，亲爱的雷克警长。我们一定会让这些小树苗长成大树的。消失的珍珠，我的墨镜不见了。阿丽阿丽，是不是你拿了我的墨镜？嘿，我可没有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拿吗？兔宝，你这样真让人生气。哼！阿丽一定是心虚了，我要去找雷克警长调查他。雷克警长，我的墨镜一定是阿丽拿走了。兔宝，怀疑别人是需要证据的。哦，对了，他说过他很喜欢我的墨镜。
这只是一句夸赞，不能作为证据。是紧急任务。是谁需要救援？请你冷静一点，你的珍珠我们会帮你找到的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警车雷克，挖掘机库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惊喜道具是扫描眼睛。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是人鱼公主的哭声。她应该就在前面。之前我的珍珠就是放在这里的，可是我睡醒后它就消失了。我怀疑。怀疑谁？大鲨鱼是它，是它，它有大大的嘴巴，把珍珠藏在。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哦，珍珠没找到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弄错了。小丑鱼是它，是它，它有一点小顽皮，把珍珠当成玩具，快点快点抓住它。追呀追呀追，小丑鱼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哦，珍珠没找到。我很生气，真是对不起。大海龟是它，是它，它马上成为妈妈，把珍珠看成宝宝，快点快点抓住它。追呀追呀追，大海龟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我珍珠没找到。我没有拿你的珍珠。公主，不要再怀疑别人了，还是让我们来帮你找吧。太累的地无地无，大海里面找一找，大铲子哐哐哐哐，大海里面挖一挖，找呀找一找，目标发现了。雷克警长，酷宝，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珍珠。不客气，人鱼公主，以后不要再随便怀疑别人。我知道了。作为感谢，这两个贝壳送给你们。哇，这个贝壳会发光！哈哈哈哈！嘿，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你丢失的墨镜。哦，天哪，原来是我错怪了阿丽。酷宝，你去哪儿？我得去跟阿丽说声对不起。臭臭车闹翻天。三年没洗的臭袜子，腐烂的水果，还有炸毛的臭鸡蛋。哈哈哈，真是太臭了。不过我的臭鸡蛋成功了。出发吧，臭臭车，去贝勒小镇大闹一场吧。哈哈哈哈。
嗯，好臭呀，胖嘟嘟，是你放屁了吧？不是我，是乐嘟嘟。好臭啊！哦，乐嘟嘟都被臭晕了。乐嘟嘟，乐嘟嘟，快醒醒！嗯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乐嘟嘟被一股臭气臭晕了。呼噜爷爷，你快帮帮他！好的。你终于醒了。不好，你们先躲起来。我的甜甜圈臭了。我的头发臭了。我全身都臭了。这些臭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看来有人在捣乱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哦，呼噜爷爷发来了求救信号。怎么看不见啊？有一辆很臭的汽车，喷了好多臭气，我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帮忙。到处污染空气，我不能呼吸。噗噗噗，臭气飘来飘去，讨厌讨厌。注意，大家快点躲好。怎么了？臭气臭气飘过来，快躲开！快跑！公园公园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农场农场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关上门。上床躲起来，别靠近，太臭了，臭臭臭，别担心，我来了。哗啦哗啦洒水车，哗哗哗，转呀转呀打水枪，转转转，喷喷水向前挤，让空气变清新。感觉好多了，好清新。臭臭车，逃不掉了！瞄准左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！瞄准右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！跑呀跑，追呀追，拦住你别想逃！发射！砰砰砰！哈哈，现在你喷不了臭气了吧？宝贝臭臭车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等等，不要！好臭呀！工程车技能大赛。我们又建好了一幢楼房。真是太棒了。这次真是多亏了我，把土地铲得这么平整，你们才能施工。库宝，你说什么呢？如果没有我搅拌水泥，你们拿什么盖房子？那些重重的石头和沙土可全是我吊起来的。还是我的功劳比较大，我就是最棒的工程车。我的功劳更大，我才是最棒的工程车。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我。停，不如我们找别人来评一评吧。那一定要找最公平公正的。我同意。雷克警长，
你是贝勒小镇最公平公正的汽车，请你说一说我们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。这个我觉得你们都挺棒的。不行，你必须选出一个最棒的。对对对，有了，不如你们来一场工程车技能大赛吧。好主意。没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酷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跟阿力、瑞博比赛，快帮我升级。我们也要升级。什么嘛，我还以为有重要的任务呢。比赛也很重要。没错。好吧好吧，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酷宝。大力士吊车阿力。屈才搅拌车瑞博。超级汽车出动。第一局比赛挖坑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铁臂挖掘机，大铲子最坚硬，挖石头挖土地，挖掘机最无敌。酷宝胜出。第二局比赛搬运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大力士吊车，大钩子有力气吊起来放下去，大吊车最无敌。恭喜阿力。第三局比赛搅拌水泥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七彩搅拌车，大滚筒转呀转，无水泥变呀变，搅拌车最无敌。瑞博获胜。我们都赢了一局，到底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呢？谁的本领强大家比一比，让我想一想谁才是第一。大吊车我赢了，挖掘机是我吗？还有搅拌车。合作最无敌。什么？合作最无敌？你们合作修好了一条路。哇，我们真厉害。没错，你们在一起才是最棒的。我们是最棒的工程车队。激怒围城。糟了，要迟到了。潘潘，你的速度太快了。雷克警长，我着急去送货。斑斑，小心前面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积木呀？这回我肯定迟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前面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别着急，我去找阿力帮忙清理积木。我来了。哦，你来的可真及时。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了。好了，道路清理完毕。阿力，干得好，快让我过去吧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到底是谁在马路上搭建积木？当然是我的杰作了。来吧，让我的积木车陪你们玩玩。
雷克警长，你看，原来是你干的。危险，大家快跑。救命啊！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拜特博士发明了一辆积木车，在扰乱城市。我们要马上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吊车咔咔咔，手臂有力气，大积木小积木全都摆整齐，红警车滴滴呜，雷达车一转，有麻烦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，积木积木全尽力，汽车汽车快腾行，走去抓积木车跑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围场变出来，长长手臂框框框，积木全倒下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迷宫变出来，开启雷达滴滴滴，找到了出口，这回你没办法了吧。糟糕，我不想看他了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咚咚咚咚掉下来，危险危险快快跑，小心小心要躲逃，积木积木变变变，警车警车有办法，大王大王咻咻咻，一块一块全接住，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吊车吊车来帮忙，大大猴子有力量，瞄准目标全力进攻。这个导弹的积木车就交给我吧，不过这些积木要怎么处理呢？我有个主意，把它们收集起来建造一个积木乐园吧。哦，听起来不错，一定非常有趣，我们也来帮忙。最强组合，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哦，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。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，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王。真是太完美了，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，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。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佩勒虎。嘿，你们看，开心虎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，快走！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库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，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库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，他竟然复制了库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
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警车滴滴呜，滴滴呜，加速追击，冲冲冲冲冲冲！我的大王能抓捕，瞄准目标 ，Piu， 发射，瞄准车头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瞄准车尾，射击射击。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我是正义的警车，勇敢战斗不退缩。大意了，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我我我我要我，我的铲子力气大，举起石头砰攻击。哼，看看这招，铲子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转转车轮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我是最棒的挖掘机，坚持到底不放弃。怎么办，他真的太强了。别灰心，我们一起上，警车警车向前冲，冲啊冲，挖掘机呀挖石头，挖啊挖，我们是最强组合，并肩战斗，嘿，加油！警车警车，发射大网，挖掘机呀，不断攻击，警车警车，绝不放弃，挖掘机呀，最强一击。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哼，你当然会失败。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？八爪虫虫车。哪来的蜘蛛网？可恶，原来是你。嗯，嘿嘿，我想到对付超级汽车的办法了。哈哈，八爪虫虫车诞生了，让我来测试一下你的威力。嗯，成功！八爪冲冲车出发！嗨，你的鞋子好漂亮，是在哪家汽车美容店做的呀？我也想去试试。哦，哇，你身上的装饰好特别，是在哪家商店买的？呀，别那么小气嘛，快告诉我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起来像妮娜的声音。怎么了你呢？有一辆颜色很漂亮，装饰很特别的汽车。妮娜讲重点。哦，他会吐丝把大家都缠住了。没错，我们需要升级去阻止他。
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象色突突车迪娜，破箭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向前冲，引擎轰隆隆，跳跳跳，向上跳，让我找一找，白白的长长的，大家要小心，黏黏的亮晶晶，一团一团很危险。他在这儿，快追，这有两条路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弹弹车轮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，一张大网挡住了，向上跳一跳，轻松跳很高。去哪了？找到了，转转车轮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，长长的线乱糟糟，向左再向右，轻松躲躲开。可恶，砍招，哈哈，打中了，别高兴太早，反击时间到。长的线绕呀绕呀，我们一起转圈圈，紧紧包围别想跑，咕噜咕噜噜，不要再出现。不好，八爪虫虫车又出现了。嘿，旋风妮娜。曼嘟嘟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打扮哦，你们看。啊，我也要变成这样。大家的喜好可真奇怪。海盗通缉令。把东西放下，我是警车雷克，现在要以盗窃的罪名逮捕你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雷克警长，想抓我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不好，站住！前面就是大海，你无路可逃了。正合我意。哈哈哈！雷克警长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嘿。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汽车偷走了金奖杯，他现在逃到了海里，我追不上他。你说的汽车难道是他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可恶的海盗车，他竟然能在海面上行驶。别担心，我们也有适合海上作战的秘密武器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快让我升级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破箭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全速前进，抓海盗！加速，哟吼！加速，哟吼！加速，加速，加速 ！Go！
冲冲冲，我们去闯海盗，引擎声轰隆隆，吹响战斗号角，海风吹摇啊摇，小心不要摔倒，海浪拍哗啦啦，坚持不退后，拉响警报去战斗，雷达雷达滴滴呜，目标目标找呀找呀，向前向前追呀追呀，加速前进去战斗，引擎引擎轰隆，进攻进攻冲呀冲呀，左边右边遮呀遮呀，就凭你们也想抓我？大帽子尖钩子，我是可怕海盗，很强壮有得快，不怕光分海啸，躲金币抢珠宝，永远不会满足，跑呀跑逃啊逃，全被我甩掉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目标目标瞄准了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浪花浪花哗啦啦，进攻进攻，看不见了，进攻进攻，动不了了，哟吼，饶了我吧，那你快把东西交出来吧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帽子里的金奖杯。被发现了，食物从天而降，这么晚了，是谁需要帮助？一定很紧急，我们快看看。信号对准那个呼救的皮皮，是。这个噩梦好可怕呀！救救我！我知道了，皮皮被困在自己的噩梦里了。啊，可怜的皮皮！紧急召唤超级汽车！赛车旋风，出租车妮娜，请准备。业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缩小风波。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，这里就是皮皮的梦境世界，街道看起来和现实世界的一样，只是这些食物也太大了吧。哎呦呦，这个世界真奇妙，哎呦呦，食物变得大又大，哎呦呦，天空掉下汉堡包，哎呦呦，小心快快跑，我去寻找皮皮。轰隆隆，加达马里冲冲冲，轰隆隆，成功跳过大面包，轰隆隆，绕着街道跑一跑，轰隆隆，寻找到目标。山峰，快上来！哎呦呦，长长面条绕呀绕，哎呦呦，奶油蛋糕滑溜溜，哎呦呦，苹果草莓大香蕉，哎呦呦，昆虫逃不掉。小小小，找一找，找食物全变小，哟吼！
这些巨大的食物到底是哪儿来的？让我跳到云朵上去看看吧。哇！谢谢你们。这个食物的大小刚刚好，我的美梦要开始了。欢迎大旅行家。朋友们，听我说，听我说。我今天真是太幸运了，一路过来都是绿灯，还买到商店里最后两袋糖果。谢谢，妮娜，我们叫你来是有一项任务。哦，对，说吧说吧，我听着呢。重磅消息，环球旅行家罗杰要来贝罗小镇啦！旅行家罗杰，哇，那可是我的偶像。听说他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被他认可的城市都是全世界最棒的地方。真希望他能喜欢贝勒小镇。罗杰先生是客人，要好好招待他。妮娜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喽。好呀，包在我身上。出租车妮娜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召唤喇叭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注意啦，注意啦！旅行家罗杰要来贝勒小镇了，我们要为他举办一场热闹的欢迎派对，请大家暂停工作，到广场集合。一会儿我们就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哦，终于到了。罗杰先生，欢迎你来到贝勒小镇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欢迎。这里的汽车好热情啊，我喜欢这座城市。道乱糟糟，塑料袋满天飘，垃圾臭烘烘，苍蝇嗡嗡嗡。这里的卫生太差了。路口堵车了，汽车在尖叫，喇叭嘟嘟嘟，大家吵吵吵。这里的交通也不好。花园绕一绕，小花枯萎了，树叶飘呀飘，杂草高高高。是我没照顾好，我太失望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我还没来得及填好这个坑。再见。一切都被我搞
我们还是回去工作吧。清洁工作交给我，刷刷刷刷刷刷，垃圾垃圾全清理，街道变干净。指挥工作交给我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礼让行人不拥挤，道路畅通了。保护环境交给我，洒洒水，哗啦啦，小花小草抬头笑，大树长得高。想让城市变美好，认真工作很重要，大街小巷瞧一瞧，大家充满了欢笑。我喜欢这个城市。嗯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喜欢这里。哦，罗杰先生说他喜欢我们的城市，太好了！